ケシ協定求めで始まろう求めでおー聞きよ20番オケシボケシャ、君はボケシャ、そうだたち山東省この人で、ここで商売やれます。ここの商売ができなくて、実家に戻ることです。長官、商売してしまったので、勘弁してくださいよ。だなかなか問いもないよ。長官、長官。長官军爷还牛的队长呢，送粮食来了，那都是送粮食啊！对，咱没上面交代过。哎，不是，那不是牛的队长前几天不是去村里边抓八路去了吗？啊，然后碰上一个不开眼的老太太，还有那几个不开眼的后生，把牛的队长给惹生气了。您还记得吧？那我们这村里百姓就合计着，这牛的队长要生气了，那我们的日子也不好过呀。那这不是就是弄上来这几车爆米跟粮食，然后说专门过来孝敬牛的队长，还有几位军爷嘛，不是？算你们识相。今天牛大队长不在。啊？哦，牛的队长不在呀？啊，那粮食收下了，接着吧。啊，就卸这儿啊？啊，这么多粮食呢？卸吧。啊，不，军爷说了。那个，咱就把这一堆粮食都放这儿吧，一会儿军爷自己搬啊！等会儿，你们军爷把粮食给我扛进去。
不是，对呀，您刚才说的自己搬的，你这来，给我扛一个。哎，行，那您说咋的？走吧，走，快。就不完了吗？哎，你别跟着我呀！那边啊，行，这儿啊，哎呦，天太热，给他擦擦汗。您说这大热天的，这帮人搬麻袋搬都搬怎么办？快点啊！干啥呢？为军爷这边等半天了都。好了。娘的活该你，你个兔崽子！队长，你看这个，什么情况？上面全是弹药，都给他弄下来。队长哥哥，我感觉好像就是在前边了。就那儿？对，就那个方向。哎，好，这个说话得算数。哎，把咱娘给放了吧。你说什么？哎呀，把咱娘先放了嘛。放心吧，我说话算话啊。等抓着了八路，我保证把你娘交到你手上啊。同志，跟上。是我说你小子到底有谱没有谱？老子这大转转啊，到底有没有？哎呀，千真万确呀！我敢拿咱娘开玩笑吗？啊，就在前边。走吧。等等，谁娘？谁娘？还咱娘？啊，那是你娘！少跟我套近乎，听见没有？走。是我娘。走吧，走，弟兄们都跟上啊！到了呀！我问你呢，这哪有八路？你到底有准没有准啊？哎呀，安静！听见了没有？已经给对方接上暗号了。要包围。包围一些，
点吧！你他妈踹谁呀？你脚底下能不能轻点？啊！我告诉你，再有下回不干。这要是让对方发现，就完蛋了。都听我的命令啊！一小队向西，二小队向东，其他的人跟着我。记住了啊，动作一定要轻，千万不能打草惊蛇。走，听队长的，动作要轻。要轻，直起腰来往前走嘛，急死谁？包围！姐，齐国，乡亲们别害怕，我们是八路军武工队，来救你们了。别怕。你可算来了，走，咱们赶快出来。吴队长，你带你的游击队员先从向南两分先回去啊。那你们呢？我得留在这儿给这个牛鬼顺儿给他点教训。开什么玩笑，这牛鬼顺带着百十号的伪军，就你们五个根本不是他的对手。放心吧，我心里有数，反正人咱已经救出来了，趁他们还没回来咱们一块走得了。你去等我的喜信。王队长，你放心吧啊，快走，快走吧，向南点啊，路上小心啊。竟敢骗老子！那小子呢？哎，跑了，那样的。跑，我让你跑。齐老二，齐老二，哎哎，队长，你小子不是轻功好吗？追上去，给我抓活的。队长，你看那小子的功夫。肯定比我好，再说他都跑那么远了，还怎么追他？废物，简直都是一群废物。行，我让你跑，你等着，让我抓着以后，我再捏着看怎么收拾你。队长，那咱们现在怎么办？什么怎么办？在这儿连个八路的屁都没闻见，啊，还不赶快收队回炮楼？怎么？等着在这打猎啊！哎，对了，小姐，小姐，你想想，那小子虽然跑了，可是老娘还关在咱炮楼呢。对呀，啊！我怎么把这事儿给忘了？跑，你使劲跑，走，回去，看我怎么收拾这个老不死的东西。走。哎，不行！哎，看看看！哎，等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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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小破炮楼里头还有这么多东西啊！喂，队长，哎，我真服了，咱在义营那会儿也没见过这么多玩意儿。哎，队长，俺跟你说啊，当年俺就是因为这个跟别人干仗，想给咱连弄两挺轻机枪。你看，咱这一下子弄了三挺轻机枪啊！以前呢，我只是纸上谈兵，学用过这种炮。今天啊，咱终于可以亲手放炮了。哎，从前咱们总是求人家炮兵啊，给咱增援吧，增援吧。今天咱们呀，自己就可以炮火增援了。
行，有了这些宝贝儿，一会儿就都别客气了，给我可劲儿招呼。是。手榴弹无数，现在都落到别人手里了，咱别再这么硬冲，那不让兄弟们白白送死吗？收拾东西，撤！啥？撤？这就撤？你赶紧去趟长生镇，快抓紧时间！我干嘛去？你快去，时间紧急。哦。队长，咱们现在怎么办啊？你他妈猪脑子是不是？啊，就是他妈这一句，怎么办？怎么办？还不赶紧派人向渡边太君报告，情形尊严呢？你愣个屁呀！还不赶紧去？是。我说队长，以前都是咱攻炮楼，那攻的叫一个辛苦。现在咱好不容易舒舒服服守一回了，你看这才打两枪，咱就撤。这啥玩意儿？你以为你就光靠这个破炮楼就能顶住人好几百好几百的援军啊？队长说的很有道理，这毕竟是在敌占区，我们是孤军奋战，那敌人呢，援军呐，这个补给呀，是随叫随到，到时候把咱团团围住啊，我们就是一枪不放，饿也得饿死在这里头。难道你还想插上翅膀飞出去不成？话虽然这么说，可是咱就这么撤了就便宜那帮鬼子汉奸了。我看啊，咱们呢把能带的全带走，带不走的呢一把火全烧。这一趟啊，咱们这个已经足够本了。不够？这哪够本啊？不是，啥意思啊？我跟你说啊，把这个武器挑好的给我装车，能装多少装多少啊，等那鬼子来了咱这戏才刚开始。好，装车。把那件拿上。这个。师傅，中路军还是在西宁的。走的。秋子，三级刚满，你个中楼镇活络你，电话个卡卡给起的，哈西楼楼得过多哇，阿克卡拉尼西马西达，尼玛卡拉托巴子西尼一库都活络的，索纳多就好干，
もらでません。哦，三時間前，今から中路镇ホロに電話しろ。自ら八路の警察が明らかにする。はい。刘隊長が支援しに来ました。支援？はい。刘隊長が八路に歼滅しましたが、中路軍のホールも攻めたし、今支援を求めてます。何？八路のホールに攻めた？八路がどのくらい？そんなに見えませんでした。大砲も持ってるし、ホールも攻めたし。中には100人ぐらいと思ってます。柱の兄弟が前から地上に行き上がったか。中路陣、あんな大勢の部隊がどこからだけどの。多分近くの柱の予期地帯が臨時に集まっても我々の方の攻める意味だ。もしこにだだな今はチャンスだ。八路は全部歼滅したら、これから国が大変だ。よし、これは八路集まるとちょうどは悩んでるか。やつらを自動的やできたな。中島、はい。お前セーブでおつれ、中路陣に損しろ。劉道主、ホロ部隊、八路、全部歼滅しなさい。はい。队长，你说咱等啥呢？在这儿等傅杰呀？你说这个傅杰，天都这么晚了，咋还不回来呢？
听动静都知道是他。你咋才回来呢？队长，你说你怎么去了这么长时间？队长，不是，哎，我又在那儿待了一会儿才回来的。嗯，聪明了，聪明了。不是你聪明也大，你快说说情况。我是按照你说的呀，去那个长生镇，还真看到那个夜袭队的去通风报信的了。然后呢，我就跟着他回去了。到了东南树林，我就把他直接解决了。然后啊，我在树林里边转了一圈，还真看见牛归顺了。他们在那儿安营扎寨了。我又看了一会儿，一看他们没啥动静，我就回来了。安营扎寨了。来。一会儿啊，咱们四个啊，散开了，以炮楼为中心，听我的命令，我只要一开枪，咱们就向炮楼同时开枪，明白吗？啊，明白了，明白就动了。哎，今天炮楼里可是来了整整两个小队的鬼子啊！哎。四个人怎么打？我们今天这收获已经很大了，我们千万不能让胜利冲昏了头脑。我看，咱们见好就收吧。是啊，队长，你看，就咱们这点装备，对炮楼也构不成威胁呀，是不是？是啊。队长，你们四个人往那边一打，那炮楼里边鬼子出来怎么办？我断后，你们先撤。你本事大。那可是整整两小队的鬼子，你一个人你打得了啊？打不了。哎，打不了就打不了吧，放心，咱就开火，咱不跟他们硬碰硬，他要追咱们咱就跑，等他回去了咱再往回折。你放心，这小鬼子肯定不会追咱远了，我敢保证，咱就来来回回的耗他，反正这东西就是他们的，别舍不得整开了往里用啊。队长，这些东西可劲造啊！行，哎，不是，队长，咱这来来回回的，这叫啥打法？对呀，不是，这真是按你说的啊！他不追你们，好，那他回去了再打，出来了再，不是你干啥呢？闹着玩呢？什么玩意儿？你放心吧，打着打着就有友军来帮咱了。呦，对，队长啊，这友军，咱是深入敌后，哪来的友军呢？哪那么多话呀，让你打就打。你们都去打了我干啥呀？你任务最重要，过来。明白了吧？这没明白。没明白就对了，你这脑袋也明白不了，你就照我说的做，散了。しまで今を何時やれかかだ。俺は龍のようなバカじゃねえ。奴のは何かが何ぞ。よい、無駄いつない。俺に次だ。言い向けだ。はい。
射撃で射撃で射撃して今まで一度も攻撃ことがありません。急かで計画。この目でだ이のこの이のあじの人보다やつかだも折り切り黒わしく。そこでね、いかさら。我々の首脳ホームスマッチが。くらくな。なだよ、なつりら。あのい、おるしろ、先にバウネ。無念だ。先に、はじろの、どうせ聞くの。いやぶでしまだ。俺は、言うのバカじゃねえよ。これから、我々は、どうしますか？無能より、衣装つけや。おこ、いうしよ。さあ、なじろ。はい。向炮楼开火了，你听，就是不知道是哪支队伍。友军，咱友军来了！哎，友军来了，起来看热闹去！走走走走走走。当然に西北の方から猛烈な攻撃が始めて火力の強さは前より全く違います。敵の収録はやっと浮かび立ちそうです。俺は中国の区の情報上不要市でいるんだ。これの大木市八路の遊戯地だ作だ。果たして大木取り削らなちをえつなから音声トブロウデオヨキシナ空気気をアジマだ。中島翔さんすごい。八郎はこんな狂気の自殺式の強行して全く殺が失敗して混乱に失って混乱に陥りました。それではこれから我々はどう応対しますか。この頃は何かだ。我々の役自分たりでで여기来てま。まむだら走る。走る時、手で可能だ。その時、我々次出してか。すらりだ。はい。这是哪支友军部队啊？他们平常住哪儿啊？这么大一支队伍。这是咱的友军刘队长。刘队长，哪个刘队长？哎，
队长，谁是刘队长？说了你也不认识。队长，哎呀，报告队长，哎，任务完成了，友军已经和鬼子打起来了。赶紧收拾东西回家。队长，那个既然人家友军都帮咱打炮楼了，那咱也得过去支援人家。我说你是实在呀，还是彪？不是，啥意思？实在是彪，赶紧收拾东西回家吃饭吧。那么多彪，你在这儿拿着枪。老张，来来，小伙子，加油啊！吃饭。队长，他们火力这么猛，咱们也冲不上去，这日本人的支援也不来，怎么办？谁都能撤，我不能撤。炮楼是我丢的，我务必得守在这儿来。渡边太君不说了吗？天亮之前不把炮楼夺回来，军法处置。你马上再派人去向太君报告，前修增援。是。你快去。刘太将全力出したんだけども、それで今回の戦争ができなくて、我々はどうしますか？部隊をそれで中路陣に行ってみよう。はい。在这躺着干嘛？装死是不是？这不是您教我们让先保命吗？保命没有让你装死啊？跟谁学的？这不是你指我干什么？跟我学的？我什么时候装死过啊？出去！队长，实在是打不动，咱撤吧。撤？我告诉你，陆老五，你今天要是不给我冲上去，我杀了你全家，带跑你八辈祖宗的祖坟，你信不信？冲！他奶奶的，这帮小鬼子，让老子在这遭这个罪，孤军作战，我早知这个样，早投八路了，我要跟他们干。算来了，弟兄们，我立功的时候到了，一定要把炮楼给我夺回来，听到没有？冲啊！誓死捍卫大日本皇军，渡边太君，我来了。渡边太君，您总算来了。好，渡边太君，不
是牛母，无能，实在是八路的火力太猛了。여기지다키와스구강코지켜이스켜報告します。ソノに石根八郎が来ました。アセルだ。まさか八郎ホロヘッカイヌコド八郎マイ。はい、信じなね、全然信じなね。よい、全然違うよ。你让皇军遭受了莫大的耻辱，你在这里装死。你也看到了，这火力太猛了，真的。打给了。你看，你这打也打了，你听我劝，俺撤吧，真的。杜别太君，你怎么咬皮了我？我说你不舍得。等我，别再装死。発砲しろー。